假设你住在这附近，结果树通通被砍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树有遮阳的效果，没有了它就会变得很热。树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把它转换成氧气。看树很疗愈，难怪在民生社区喝咖啡那么舒压。树可以吸收很多都市的噪音，也可以听到鸟声。这条街超美的，因为树的关系，房地产也一定很贵。榕树大概一年可以长1公尺，所以这个要长得这么高，要至少12到15年。但是这边的树一定是一直修一直修。但为什么这棵树修成这样，跨东模？通常叫断头式的修剪。这样子的修剪方式是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那棵树可能会直接的死亡。树一直以来是我们消费者很好的资源，有用碳的烤肉需求、装潢需求、家具需求。台湾其实也禁止砍树，所以大部分的需求都来自于国外。如果要用台湾原木，除了少数的经济林，只剩下路树砍掉过后的废木。很可惜，大部分的废木也送到焚化炉。积极思考木材的循环经济是对的。从2000年到2012年，地球失去了230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大概64个台湾的大小，而且只有大概1/3长得回来。有没有什么新方法，让我们可以继续享受这个资源，同时不把它毁灭？台客有评。民国81年起，林务局均行全面禁伐天然林政策，很多业者只能进口或去废木银行买路树修过后的树枝。这些路树不但修得很糟糕，砍过后的废木回收率也很差。这位台客是一个非常珍惜树的创业家。那一般来说，这些树枝要不就做成香菇，就是打细打碎，然后当作一般垃圾直接倒掉进焚化炉。一般的废弃木银行的话，他们会喜欢的是比较大型的国产材啊，像这样子的树枝，基本上他们没有办法去使用，很难集中回收去处理。这些树枝也是专业树医修过的，也一定不会把路树修成这样。为什么这棵树长得好好的，然后要被切断？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就是他们觉得树长得高危险。马路边一整排的树木被修剪到只剩下树干，附近居民看了好心疼。我们做修剪的话，我们比较会去花时间去看哪一些枝条该修剪。一般的工人来说，好了，通常比较快的方法就是一刀切。业主他其实不清楚修树应该是怎么去修，他没有概念。那来到的工人当然就说，那我帮你切多一点的，你之后就不用再烦了。他从树下，他去看到这些树木，他有一些枯竭了，或者是说需要修枝的状态，来修下来的树枝，我们在做循环利用的时候，是采用这样的树枝。修下来的树枝之后，我们会来到这个我们的制料厂，然后去做材料的分类，有些可能是要做成木炭，有些比较大型的可以做成家具。这也是垃圾啊。这都是啊，破了之后你才觉得不是垃圾，之前它就是丢在路边。一般的家具店可能看到这个就是不行嘛，对不对？对，不行的，这种脏没有办法做太空包，所以它的下场通常都是打碎烧掉。好一点是提炼精油，但是那一块产业现在也很不好，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樟木的木料去做很多的想法。经过整理抛光之后，它会非常的漂亮，可能是几千块甚至可能上万块的作品，不用特别去砍森林的任何一棵树。你可以做成这样的木作家具，你可以做成很多的 biochar 的产品。这个窑其实好温馨哦。那么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啊，那为什么会丢掉啊？因为它的回收成本比较一般，不是那么容易。你第一个要有人去修枝，人工去分类，然后回收要搬运。对，所以台湾7个要消失的职业，第7名就是林木的搬运工。很多人会发现它有价值，但是很少人愿意投入下去。我们台湾有很多很棒的樟树，它没有办法做太空包，因为它长不出香菇。现在的话都变成一般垃圾烧掉。哦，是哦，这个哦，是哦。对，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做成碳的话，它用另外一种形式永久被保留下来。这些碳都来自本来要丢弃的木头，其实他们也不放过制作过程产出的水分。这边有2桶液体嘛，它是什么东西啊？这很重要，这是从木材高温做成碳的时候，所有木材中的水分。闷烧过程中，透过这个管束，可以把所有的木材里面的水蒸气，再逆流回收回来。你可以闻它的味道，就是有一种木香的味道。对，我们把它做成很多的清洁剂，香喷或者是地板清洁、洗碗巾等等。所以如果我有头发，我还可以有这个木香味，或者我的房子可以变成小木屋的一种气氛。绝对没问题。
在思考的时候，就是把树皮用上防水漆之后，它其实是可以当做一个载体，碳的排水性很好，所以它不会容易烂根。从回收料去做的日本的块木边框，然后用苦练熔岩，然后还有樟木去拼接而成，也不用说一定要很大才能做桌面，对，它其实用拼接的方式，一些技法的方式，就可以让很多的材料再重新再活用。就是在台湾森林是不能砍树的吗？还是台湾基本上如果你要有这样子完整的树木或者是林业的资源的话，要跟林务局或政府机关去做标售，把他们的木材买回来，不然私人公司没办法去砍。哦，这一块很少，所以台湾的树种，要运用到家具这一页，还有一段很漫长的路。困难的，我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才发现台湾的森林的产业已经进入到这种很辛苦的阶段。有台湾有很好的最基础的，像木匠、车床师傅，但是他们没有材料。没有办法制作，只能进口。对，所以必须国产材这样子的发挥，是让他们有个机会重新再拾回他们的技术，用这样的材料来做。过度消费耗尽了各种自然资源，让这一代的创业家不得不思考循环经济。木兔达人把本来要焚化的废木转化成一年破5000万价值的商品，希望他的思维能启发大家，一起护树种树，循环善用各地林木修枝。那我们就下周见。